其实姚一的反应我早就猜到了。看，我是不是也越来越了解你了呢？你一直都很了解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没错，因为我有在好好注视着大家呀。不论是十三英杰、烛火之额的战士，还是我所遇到的每一位普通人，大家都是平凡的人，也都是特别的人。我和他们朝夕相处，观察他们的人生轨迹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分享他们的所思所想，见证他们独一无二的灵魂。正是因为所有这些美好的沉淀，艾莉西亚才得以诞生，不是吗？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人脉，这样的世界呀。嗯，我相信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出自毫无保留的真心。啊，这种说法难道牙医以前都不相信吗？我会难过的哦。艾莉西亚，你今天的玩笑话格外的多呢，总是像这样半开玩笑的岔开话题，是为了掩饰真正的心情吗？你真的一点都不会撒谎啊。牙医，再说下去的话我真的会哭的哦。我不想哭着送别牙医，因为女孩子还是笑起来更好看。所以你有好好把我笑着的样子记下来，对吗？嗯，我会一直记得，一直铭记在心。啊，千万不能忘记哦。我可爱的脸蛋，我甜美的声音，我和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所有的所有，要全部都记下来哦。但就算真的忘记了也没关系的。啊，牙医怎么哭了呀？需要我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吗？我才没有哭呢。没有吗？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现在真的没有了。嗯，这样就好。就像我说的，牙医还是笑起来更好看。都是因为你先说了那种话，我才忍不住想逗逗你的。这种场合我是不会让牙医占据上风的。嗯，是你赢了好不好？牙医会感到失望吗？付出了那么多努力，到头来却还是只能告别。至少我们还能好好告别，不是吗？总觉得我好像一直在和别人说再见呢。我想这应该也不是最后一次吧。但是悲剧并非终结，而是希望的起始，对不对？即使未来不能改变，我也要自己决定到达那个结果的过程。重要的是在这段旅途中我想要相信什么，那会决定在抵达终点时我能够得到什么，而结局也会因此展现截然不同的意义。就像此时此刻，我在乐土与你们相遇，触碰你们的人生，体会你们的意志，见证十三位英雄生命的全部。我们创造的记忆不会消失，
我们留下的感情不会消失，他们会成为我身上不灭的痕迹，由我带向未来，一直一直延续下去。我会成为你们曾经存在的证明，我会成为你们永远存在的证明，这是只有人类才能做到的事，这也是故事最了不起的地方。就像往事乐土一样，以后也会有人看见我们如今的样子，然后在心底里留下些什么的，对吧？只要心中坚信，过去就能开辟未来，思念就能创造现在。那我们就得留下一个比历史上更棒的结局了，一个没有任何遗憾的最盛大的落幕。你打算去做什么？把牙医送出乐土之后，我想亲自去见一见青石之律者。不直接启动型号666吗？倒是也可以这么做了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还是想和他见个面。尽管是敌人，但同为律者，我还是想知道他的想法，他的心情。他在乐土中依然是特殊的存在，你可能会遭遇危险。唉，或许吧，不过明知危险还是勇于尝试，不也是人类会去做的事吗？而且我也得去接回大家呀。大家？我活在他们的记忆里，同样的，他们也活在我的记忆里。我们十三个人的人生早就变得相互交织，密不可分了，所以他们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，这次就轮到我去往大家身边了。也对，你一直都是这样，而且从来不会让人失望。没错，毕竟是我妈。即使是落幕，我也希望英杰们的故事能够光辉而闪耀。我们存在过，抗争过，努力活过，而现在我们将一切希望、未来与选择道路的权利交给你们。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完美，但接受缺憾，直面痛苦，用勇气和智慧将这些重担扛在自己肩上的人，就是无限接近于完美的存在。那么现在我们的故事真的要结束了，牙医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就像以前一样和大家再见一面，然后好好道个别吧，好吗？牙医姐，我会把我的好运分给你，你就放心吧。今后不论你是在很久没穿过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钱，还是自动贩卖机多掉了一瓶饮料，那都说明是咱的好运生效了。因为牙医姐是咱的朋友，所以这就算友情帮忙，不收费了。牙医，我现在稍微有些理解你口中那位班长的故事了。我明白了他，明白了我在那些时候的心情。
谢谢你们帮助了未来的我。至于过去，它早已是未来的一部分了，不是吗？云朵很美，星星很美，雅依姐姐也很美。我和星星都会看着雅依姐姐，我们都会变成星星，守护着雅依姐姐。所以，我们一直都在一起。真没想到，你能原模原样的离开这里，太可惜了。无论是多点什么，还是少点什么，有变化才会让人觉得更好，不是吗？算了，你可千万别说什么收获了很多回忆，我是不会沉浸在过去里的。所以出去之后好好干吧，小白鼠，可别辜负了梅比乌斯的期待。应该无需多言了吧，你会比我们走得更远，你们会战胜我们没能跨越的阻碍。所以一路保重。很高兴认识你，雅依小姐。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乐途里，我都少有能谈得来的人。能和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，祝你在未来五运昌隆。来访者，你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了吗？即便心中仍有迷惘，也不必惊慌，你仍有很多时间将其细细咀嚼。思考的过程本身也是其意义所在。你还有你们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。行了，走吧。啊，难道你还指望我说点煽情的话？那你可找错人了。不过我记住你的名字了，雷电牙医。嘿，牙医女士，一个惊喜。其实我在你脑子里留了个后门，出去后你可以找找看。别听他胡说，我留的后门没有第二个人能发觉。等等，这里首先应该澄清没有留后门才对吧。啊，希望你永远不会遇到自己跟自己吵架的情况。那再见了。谢谢你，牙医小姐，你为乐土带来了太多。我们无以为报，唯有祝福，唯有祈愿。愿文明如星火般延续，愿此世如黄金般辉煌。往事乐途迎来了我所遇见的结局，毁灭与黑暗。但我很高兴最后他是以这样的方式实现，所以请挣脱命运吧，牙医。你早已拥有了这个能力。你得到了十三英杰的认可，那我自然也无需多言。无论是这里的我还是现实中的我，
没错，他一定已经在等着你了，希望你们都能得到满意的结果。昂首挺胸地面对未来吧，雷之律者，你知道你可以相信自己。江江，最后还是回到我这里啦。毕竟我才是最初的第一位呀。艾莉西亚总是这样，既是一切的开始，又是一切的结束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次，我们真的要说再见了。谢谢你，牙医。谢谢你来到这里，与我们相遇，与我们交谈。谢谢你愿意记住我们的名字，聆听我们的故事。只要牙医还记得我们，这个故事就不会消失。只有人类会这样想，也只有人类会将这样的信念化为现实。所以现在，我将最后的真我之名赠予你，新时代的人类。这个名字寄托了万物的始源，我们所有的思念和祝福，终将有一天，它会成为你新的力量，而你也将赋予这个名字崭新的意义。我们会留在过去，而你将走向未来，然后就去绽放出独属于你的无瑕而美丽的光辉吧。毕竟美丽的女孩子什么都能做到吗？怎么了？再不出发的话，真的会来不及的。谢谢你，我不会忘记。再见了，烛火十三英杰。再见了，艾莉西亚。